一百多了一点蓝，我靠，大哥腹背有水。我是有计划的主，别打一团，别打主 Q 辅 E。 嗯，主 Q 辅 E 为什么呀？不应该辅 W 吗？ E 技能只是一个柱子呀，相当于全军出击，只能顶他们一下。他们好像很生气。加攻速主 Q 辅 W 怎么会主 E 呢？辅 E 呢？不可能的呀，对吧？主 Q 辅 W 被动是啥？当一名敌人在特朗德尔附近阵亡时，他会回复该敌人2%的最大生命值。我不丑，没啥用。他们快变丑了。一柱擎天，哎，对了，哎，哟，我操，你有点搞偷袭，我好，你不要脸，给我啃下来，啃。一级跟巨魔战撸，你是第一个，你是第一个。我带屏障的，你以为我带啥呀？你喝多了吧你？他没看我技能，我带屏障的呀，你以为我带啥呀？他是第一个敢跟巨魔一级单挑的，我好，巨魔一级单挑贼厉害。嗯，这个人差点脑溢血了啊！加攻速，推，推，推，咬，推，推，溜，避，气不气？打蛮王神圣分离器可以吧，回家买个700块。一级的奥拉夫都打不过巨魔，因为他跟我打，我的 Q 可以减他攻击力的，我他减我加，一来一回他顶不住。700块。我 Q 技能我可以减速，既有减速还可以让他损失10点攻击力，好吧，而且我还会获得20点攻击力，他怎么跟我打？单挑无敌的好吧。嗯，我要放点孜然了，等一下，这个人不讲武德。嗯，他满怒气，我们怂一点，满怒气我们肯定要怂的，不然干不过他。嗯，干啥呀？口一下，嗯，小心，打野在，口一下，嗯，他肯定还想跟我打的，他觉得他打得过我。嗯 ，A， 啃，敢过来吗？嗯，啃，哎，怎么打？插个眼，他可能回家了。嗯，30，那我这个补刀就很舒服了，用 Q 补刀他不香吗？嗯 ，W 可以回血。不能用 Q 补了，稍微有点费蓝。嗯 ，W 有回血的，很厉害。退线，他回家了。怎么说？不敢打了。A。留了。哟，干嘛呀？我不想打你啊！屏障有用吧？这个英雄带屏障老恶心，老恶心了我。无敌的上路一霸的。推卸，推卸，推卸，推卸！你妈了个巴子的，这个塔有个大病，我靠！
没事，早死早 CD。嗯，鞋的话买一个小鞋，再买一个燃烧宝石。嗯，没事，给塔杀了，不是他杀的，没有问题。嗯，我的一技能是拿来追他用的，我一技能减速，我 W 加速。跑得贼鸡巴快，他跑不掉，好吧，我现在随便杀他。好，开加速，一柱擎天，减速，咬 ，A， 哎呀，砍不到，可以，我来想砍他一下，他不给砍，我靠。这个过分了，嗯，可以先，嗯，哎，咱家凯隐怎么死了？我靠！先别出神话，我肯定要先出神圣分利器啊！我出西兰刀干嘛呀？推了，范围很大，嗯。加攻速，加攻速！我推！我感觉不需要回家。嗯，他应该不敢跟我打，我觉得。嗯，塔皮可吃啊！塔皮可吃！嗯，溜喽！一柱擎天 AQ 哟，这么细啊，吸你精气，吸你护甲，不敢跟我打吧，留了，再见来不及握手，避他一步。回家有点费蓝，回家买一个不假行，怎么跟我打？嗯，特朗德尔生成一个6秒的冰柱，击退，有击退效果，可以打断别人，对吧？这把谁可以打断呢？好像没有什么技能可以打断，那只能击退了，那只能减速了，没啥办法。嗯。不跟我打，我就推你塔，推，不跟我打，推你塔，加速加攻速，我推，直接推他塔，哎，打野，这打野怎么老是送头啊？这打野，这没看懂啊？这老给蛮王送头啊？这两个人应该打不过，我觉得，推了。A 一下，咬一下，嗯 ，A， 咬一下，我要把他们敲到死。跑，嘿嘿，气不气？加攻速，推，怎么跑？推，开去 W 推，怎么着？推，再推一波行吗？我会让他见识一下寒霜之咬。塔也能吃，那不然呢？哎呀，我操了个地！我靠，很鸡巴烦，没有用，开机走，坏了，叫什么？
嘿嘿，丢了，打不动我，不假鞋打不动，气不气啊？买个，我靠，正好插钱，刚才他不刀补了我，回家神圣分离器了，讲道理，神圣分离器配上什么装备啊？巨酒吧，这个英雄出巨酒应该很厉害的。哎呦，这个英雄可以啊！以后这个英雄我可以玩了，感觉挺适合我的，有点无脑。嗯，挺适合我。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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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咬。是时候开始冰河世纪了。巨魔推塔可快了。继续推线。推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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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推线。推推推推，嗯，好，推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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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推推千斤顶丢了，嗯，好也好，还来着吧？坏了，三个人，我操，错了哥，其他经济。不是吧 ？AQ A A， 还换了一个，蛮王也死了吧？死！哎呀，他大还开了，我靠，差一点点。哎呦，屏障好了，三杀了，分离器。提亚马特，嗯，那不亏啊，三个打我一个被我换了，我觉得挺赚的。嗯，九级，不亏不亏，他推我塔给他推，问题不大。嗯嗯，给我倒杯茶吧。嗯，巨酒啊，破败干啥？加速紧 ，A Q A， 哈哈，没想到啊。哎，我可以打断他这个技能，有点厉害。加速，加速，加速。对了，这不是老妈，兄弟们，这他妈什么是老妈？我靠！嗯。推推推推秒。好。偷他偷他石头人。这个巨魔这个英雄太狠了，那是谁呀、啊？阿姨，阿姨，阿姨，丢了。我十一级，他十级，他应该打不过我，他可能会可哟。抠你一下。我操！哎呀，我操！蓝没了，好费蓝啊！本来双杀的，可惜了，给这小子跑了吧哈！他打我不痛不痛的，我害他的话可以吸他护甲和魔抗的，在我面前没有肉的。讲道理，来个巨脚。嗯哼。我差点把瞎子反杀了，有点狠，到了，谢谢谢谢，直接带上。他一杠四，他打不过我，我直接带，不用管。刚才有点，其实我一技能可以打断瞎子的第二段 Q， 对吧？推。推推推推，打峡谷，给他打，我们继续带。
回。好，偷塔了，加了44.移速以及90的攻速，什么概念？推塔无敌，90的攻速。好，蛮王来了，一柱擎天 ，A Q 加速，西塔进去 A。无脑溜了。巨酒来了，巨酒买了，咱呢接下来得出点肉了。反甲来一个，反甲加冰心可以吧。出新装备可以，这个英雄很适合新装备，感觉偷塔无敌。大家看一下怎么出，巨魔们就要打仗了，应该在战士呢，对，破剑者先出个小反甲。你看这攻速，他们现在过来抓我就双杀了，推。阴一波，可能他应该在打石头人，一柱擎天。哟，我操，还这人还装备了，我靠，这么不讲武德，我靠，可惜。让你知道什么叫做无脑拆塔，直接无视蛮王的拆塔，他们在中路打架不用管，我们直接推塔。好，蛮王在，没有用。我操，贼烦！我靠，小看蛮王伤害了。我操，他有个这个过分，但是没事，把塔推了。E 的话有一点伤害的，一点。来个破剑者，我小看他伤害了，我以为他没有输出的，但是没有想到我出了反甲和巨球，本来以为塔不打我的。我刚才其实感觉第一波打他其实死了，先买个破剑者。Nice， 可以打得过12级，打10级可以打。Q A 和血，我觉得没必要慌，拿个蓝不过分吧？我觉得咱们特别费蓝。石头蛤蟆死了，还是开了 W 攻速快，不开 W 攻速太慢了。回。我要把他们敲到死。大龙的话，我应该单挑不了，感觉。我的王国里。偷个红 buff， 没有红 buff， 石头人有。你看这个攻速。那你高地没了，
偷你塔了，不好意思啊。偷，关键 Q 还能 Q 这个跑，那就无敌了。那偷塔吗？打架偷塔。